新北市都更处从即日起在市府一楼大厅举办翻转新北城市愿景展，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开幕典礼。他表示，借由都更才能够翻转城市风貌，而在他上任之后非常的积极推动都更三建，希望能够打造新北市成为国际又在地的宜居大城市。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处从即日起在市府一楼大厅举办翻转新北城市愿景展，以活力、美学、安居三大主轴展现都更三建政策的成果。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开幕记者会时表示，都更绝对不是口号，更不是说说而已，所以要本着便民、利民、爱民的精神融入政策当中，才能够让民众愿意和市府一起有所作为。不是政策说，你的做，你怎么样站在民众的想法替他们多考量。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个叫新三民主义，便民、利民、爱民。翻转新北城市愿景展以都更三建主题分为三个展区，在主展区当中可以看见新店行政园区五股下绿地的缘由说明和规划，二建的美学展区则可以欣赏幼儿园小朋友彩绘的城市成果，三建的安居展区可以看见愿景说明。市长侯友宜强调，唯有都更才能够翻转城市的未来，才能够打造新北成为一个国际又在地的宜居大城市。老旧的住宅都有公安、环安、治安、卫安的问题，所以我们新北市要做大事，要做大代志，要做一个大事，要拿出决心毅力，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让给市民朋友，你要翻转就要都更吧。新北市城乡局表示，翻转新北城市愿景展将展出到4月16号。活动期间，除了参观都更三建政策的卓著成效，也可以到展区品尝城市特调咖啡，透过 QR Code 进行互动游戏等等。欢迎民众一起来了解城市翻转努力的成果。记者杨邦友、赵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